开始了，稍等一下。今天在哪里播？自己家。好，在我们自己家播哈。嗨，各位粉丝团的朋友们，大家早安。最近我们这台车呢卖得非常好。这台车是汉达的奥德赛哈。奥德赛的话，我评估起来会卖得很好的原因，应该是我们北区的新北的一个业务哈。何孟婷，好，小孟的话，他因为自己也开这台车嘛，那所以他也提供了奥德赛的实车啊，给很多很多的车友们来试乘。那这台车后方的悬吊系统哦，算是脱衣臂啦。它本来的一个市场的定位啊，其实我觉得啦，以它的配备跟动力跟种种来说，目前好像没有什么对手它已经有改了新款哦，新款的话应该节能的效果啊会更好一点。不过这个车打的不是节能，打的是它的空间哦，跟它的配备了。那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操控的感觉，也还不错，还是维持有轰打应该要有的水平。但后方的悬吊系统，如果啊，可以改成多连杆的话，应该会更棒哦。那后方的悬吊系统，它是一个推臂的系统，也是走一个长行程哈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后悬吊，因为后悬吊比较特别一点点。那这个避震器经理也忘记有没有跟各位来做介绍了。它的避震器是欧系大厂 ZF 代工的，不过这个是韩国厂所帮 ZF 代工的哈，这个是 Sachs 也是欧系的大厂，所以它的乘坐的品质哈，会比一般的日系车啊还要来得好一些。那它的后方哈，会在组装上啊会比较麻烦一点点，这里有一个后上的橡皮跟零件。这个零件呢，需要稍微用力把它拆下来要沿用，因为它的零件内部啊有做一个卡榫，所以拆的时候会不太好拆。我们也有在产品里面附一个说明图给技师来做参考哈。那如果啊不知道要怎么拆下来沿用的话，可以看看我们现在手上所剩余的这些零件，好，剩余的这些零件。拆下来的东西就是要沿用的东西，好，所以如果有技师的话，有装在这台车的话，刚好也有看到影片，可以啊当个参考。不过这个不太好拆哦，要稍微敲一下它的一个上部零件才有办法拆得起来。好，这个是后面的部分。那它的行程还蛮长的哦，它的弹簧也还蛮长的。好，这个后面的弹簧，前方的话我们配置的是7公斤。一样修理车，大概经常大家都可以看到是灯笼状七公斤的规格。后方的话是配置，上面的数字是写8啦，但实际的公斤数大概是7.7左右哈，就是为了这台车所专用打造的。那这台车其实很多的改装的车主，所需要的诉求啊，都是希望它略微降低而已，并不会降到说要唱刃什么之类的，通常都是比原厂低个2尺幅左右，所以这台车。KT 的话能够升高跟降低的范围啊是相当的大哈。好，这个是后方的部分。那这个是前面的话就一般的麦花臣悬吊系统。那上座的话哈 ，KT 都有附一个新品，不需要再拆原厂的上座来沿用。那离载栓的部分，因为它的离载栓的固定点啊比较高，所以这台车的离载栓的规格啊 ，KT 有附一个比较短的离载栓，所以技师在拆装的时候。离载栓啊，记得要拿出箱子里面所附的，要把离载栓换成短的规格。好，这个是原厂避震器的介绍。这个胎宽都还是维持原厂的哈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后方的一个装好的样子。后方是一个推臂的系统，所以我们有附一个调整机构。那调整机构的话，可以啊，调整后方的车高。调整机构是放在上方的。这一条弹簧是在这边，那筒身的话比较特别，它筒身不是直的，所以它的行程啊 ，KT 的话也做的比较长一点点。那你镜头帮我从这里带过去，这个机构就是经理刚刚所跟技师们讨论的，这个机构啊要整体把它拆下来沿用，这个局部的零件。
好，这个防尘套的话也都是专用的规格，它的密合度啊相当的好，能够对这个活塞杆做一个保护。那这一台的阻尼调整部分的话是在上方哈，轰达的车我个人觉得蛮欣赏的，就是它在设计的时候啊，会再多做一个维修孔，像 Fit 也有，或者是你上的 T 打也好，但纳智捷的话就没有。纳智捷像 U6 的话，我们就为了 U6 啊做一些设计上的变更。那这一台车的调整机构哈是在第三排椅子这边，这里拍得到吗？有点暗。好。好，从缝隙里面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维修孔。那阻尼调整机构的话是在这个地方，拍不太到，因为刚好是在缝隙里的，所以不太好采光。哎，看得到了，好，在这里。所以阻尼软硬度的调整的话是在第三排座椅的旁边，把维修盖打开之后就能调整软硬的。这是奥德赛。现在要找这个滑门的修理车好像比较少，所以这个也是奥德赛很大的卖点。好，另外的话前方的部分，前面的话它有有油管固定架，有 ABS 感应线啦，然后这个离载串的话就需要换成 KT 锁附一个比较短的规格，好，在这里。那这一个弹簧200长7公斤的规格，200长7公斤。然后上方的话，一样哈，轰达很贴心，一样有做一个维修孔，然后维修孔打开之后，就能拆办法拆得到避震器的上座。那阻尼的话，旋钮就在这个地方，我在这里，一样是顺时针变硬，逆时针变软。那这一台车啊，经理再重申一遍哈，我们在北区的板桥哈，可以找我们的业务啊。来做奥德赛实车的试乘，如果试乘有满意，可以再来考虑就好了。那如果喜欢经理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还有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